一口美年达，灵感大爆发。本节目由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加点线索加点料，现点现做必胜客。本节目由必胜客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 Plus 版等更多精彩内容。蜜桃团化身成为7位不同身份的玩家，前面有东西，前来参与这场密室游戏。游戏开始了，哦，我要出去。后面一直在推这个，手套还没戴上呢，我根本就拉不开。加速，加速，加速！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啊？各位玩家，在前厅获得开门手表，开启游戏。这头发怎么样？不行啊！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它是什么规律呢？它这是没规律的。我们开始搏斗了，不料。游戏途中，玩家接连被淘汰。啊！这是个迷宫啊！迷宫，迷宫，迷宫！怎么出去啊？蜜桃团经历重重考验，来到小美房间和小酷走廊。怎么还死人呀？前面感觉有东西。发现种种线索都指向蜜桃话剧社的往事。活在梦魇中也是我活该。小酷，陶小柯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没人知道照片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是谁在背后组局了这场游戏？我们是被有人召唤来的。这是我们呢？被接连淘汰的玩家又去了哪里？拜拜啊！深陷其中的蜜桃团还能否逃离这场游戏？我们今天来这里肯定要解开这个谜团。这一下要丢3个人吗？好手表。走吧。就是。不是洗照片的地方。是一个洗衣间。对，洗胶片的，都是我们的照片耶，偷拍的。这啥时候的照片啊？上车的人耶。哎，司机。对，司机。我是司机。哎，我不玩了，我不玩了。干嘛？没有拿到钥匙的玩家淘汰。调查发现，当夜追击陶小柯并导致其落水受伤的3名犯罪嫌疑人，曾于 MT 1982年因涉嫌敲诈勒索蜜桃中学学生小怪，被在校生陶小柯与小酷举报了。然后1999年6月。3人再次找小怪寻衅滋事，并与当时在场的小酷发生了强烈肢体冲突。据目击者称，3人对小怪与小酷撂下狠话后愤怒离开。AAK 侦探社 MT 2000。后面这张图很重要哎，朋友们。这是露营地，这是小河嘛，在这里落水的。他为什么会落山？这里有他走过了一片迷雾森林。这里有一个糊掉的，应该是有线索。得把它洗出来吗？那在这里面那个洗是不是？拿东西，拿手套。有镊子，有镊子。我已经拿手摸了。冲一下，把它冲一下，冲出来。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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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里还有一个，你把它丢进去。打给谁未接？哦，这个，这个陶小柯在死之前打了2通电话，但是没有接。
10:10接到了报警，目击三位社会青年正在追击围堵。那就是其中一个那个嘛。有一个就是这个小过分，一个就是这个威。主教是他打出去的，对不对？当前号码陶小柯打出去，然后没有人接。10:03:04的时候打了两通。然后10分的时候，然后就一群就有人报警了，看到他们正在追堵他。哎，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拍我们呀？因为他就是想找到真相，所以他一直在拍我。他应该是跟那个陶，他想要找到到底是谁。哎，这里，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晋摄影发烧友。最近在我尝试利用房间内部现有陈设和空间结构作为固定拍摄点来拍摄不同角度的房间内部照片时，房间内部照片没想到竟然意外拍了一组神秘数字。有谁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发挥你们想象力吧。我知道只要根据楼主给到我们的照片信息找到所有固定拍摄点，再根据每个点对应的照片，就可以发现这个数字了。用这个来拍了，对。不是，问题是先找到这些点吗？是先找这些照片。哪个是房间的照片？这个是房间的点。只有那些是我们的，只有这几个是房间点。对。背后有数字的耶，这是4。它有固定的拍摄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找到那组数字。这有一个点，这个在这儿，这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小心。哦。哦，那个是正好反光。反光的那个，然后旁边是那个架子，对不对？对，因为它这儿有一块那个。对。在何老师脚下放一个东西吧，这儿，那就放这个，哎，放这个照片，对，放照片吧。这里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是什么？这个应该是这个。它是一个桌角，哎，哦，有可能就是那。哎，有可能，对，这比较像。那个灯框是吗？哦，对，这个原来是怎么放的？这是啥？放照片。那这个怎么放的？哦，在这，弟弟，你的位置。我记得在这里。更近一点，在这儿。